重要，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举手之劳做环保，那你为什么不能用举手之劳把一点快乐分享给大家？因此可彤呢特地呢把这一次的版税的2%呢捐给了一直在尼泊尔当地服务的一粒国际协会。一粒国际协会代表呢他也现在特别来到现场，想要来致赠可彤一张感谢状。谢谢可彤抛砖引玉，来让大家来更重视尼泊尔当地的一些环境哦。那精神呢来跟一粒国际呢再做多一点合作，开去当地。一代的志工去尼泊尔去做国际服务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山区的小学。那当代小朋友教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发现，在尼泊尔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，学校里面它有9个年级，可是实际上只有5位老师，其他的4位老师必须要请村落自己去筹老师的薪资，那往往都没有办法筹到。所以我很谢谢可彤小姐，她将版税捐给我们协会，而我们协会会去聘请这位在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。所以这对我们接下来在这所小学的260位的小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因为在为期一年的这段期间，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有专业的数学老师来陪伴他们来继续长大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帮助，非常谢谢可彤小姐。谢谢。谢谢苏宁先生。